余，余，言，臣妾不想要。你夺我后位，废我满门，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为何还紧逼我不放？谁让姐姐容颜绝色呢？皇上至今都舍不得杀你。 皇上半年未踏入后宫，许是因这宫门血色腥臊。来人，将姐姐这副好皮囊制成红灯笼，为这后宫增添一抹喜色。柳依言，你趁皇上南巡害我，请他全族性命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 秦家已灭，废后已死。前朝后宫谁才是本宫的对手？若世间真有报应，让他来！<笑>明日便是进京选秀之日。 可若同吞金自尽，命在旦夕；皇命在即，你们哪一个可以为他走一遭啊？我愿意。 秦家覆灭后，萧金已经没名在白府做丫鬟，如今终于寻得这机会入这宫门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皇后失德，贬为庶人。不是贬为庶人吗？这都暴毙抽筋了呀！太可怕了！ 秦宰相勾结外党，败坏朝纲，罪不容诛。秦家三代九族流放宁古塔，钦此。这圣旨上是流放宁古塔。对呀、啊，可这明明就是斩首啊！哎，柳家功高震主，趁皇上南巡篡改圣旨，文武百官姑息纵容，谁敢与之作对啊？哎呦，可怜的秦宰相。 可配享太庙的贤良忠臣，竟连清白都不能留在人间。是呀，杨凌，洒下血墨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我秦晋忠。 为南渊出生入死，鞠躬尽瘁，可恨咬口当道，残害忠良贤后啊！孩子，我秦家是被冤枉的，要好好活下去。他日为我秦家沉冤昭雪。
父亲、母亲、姐姐，五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今天。我会一步一步登上后宫高位，手刃仇家，为我三代九族沉冤昭雪。张姐姐的脚长得真是又秀气又好看呢，恐怕皇上瞧见了都走不动道了呢。醒醒！我可是特意制了一双蜀锦鞋来衬我的脚，连鞋底都嵌着韩愈雕刻的莲花，寓意着步步生莲，步步高升。你父亲攀附柳家害我满门，凭你也配步步高升？参见九千岁。是他，张尚书之女张云蕊，白将军之女白若彤，李侍郎之女李若清，进殿。你谁啊？我张云清。对不起，张姐姐，若彤不是故意的。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把我的鞋擦干净，我砍断你的腿。张云蕊可是张尚书的掌上明珠呢，得罪了他，几条命都不够还呢。如此好看的鞋被我弄脏，若彤的确罪该万死。胭脂粉，你想做什么？如此好看的脚，皇上坐得远，怕是瞧不见呢。若姐姐能实现步步生莲，饶是秀女万千，皇上也能一眼被姐姐惊艳。姐姐说，我说的对吗？来，我先请起。快看，莲花，哇，好漂亮啊！愿姐姐得偿所愿，步步生莲，平步青云。你倒是聪明，要是皇上宠幸了我，少不了你的好。好了，该走了。若是耽误了殿雪，饶你是步步生莲，也入不了皇上的眼。九千岁教训的是，臣女这就走。其他秀女呢？这都一个时辰了，还在拖延什么？回皇上，在路上。今年的秀女既是新胭脂俗粉，想必皇上也乏了吧。但如花似玉，在姐姐这般倾国倾城的容貌下也会失了颜色啊。臣女张云蕊见过皇上。这是什么？回皇后娘娘，这是臣女的蜀锦鞋，臣女每走一步都会映出红莲花，寓意步步生莲。南齐的东昏侯想讨好宠妃潘玉儿，曾命工匠用黄金打造莲花贴片，铺设于宫殿的地板之上。张千金这是想效仿潘玉儿。哼，
东昏侯好美色，酒池肉林，民不聊生。你想当潘玉儿，朕还不想当东昏侯。臣女不敢。来人，张于蕊殿前失仪，拖下去，永不得参加选秀。请慢。你的金莲玉足着实美，你这么喜欢显摆你的脚，那就把张金金的脚砍下来挂在城门上供人欣赏吧。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啊，娘娘娘娘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故意陷害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杀了你。皇上面前成何体统，把他压下去。我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。林金长姑娘吗？你是臣女白若彤，参见皇后娘娘。把头抬起来。皇上最喜欢我楚楚可怜、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每次惹恼他，只要我哭，他就心软了。白姑娘，皇上让你抬头呢。海棠，大胆贱民，选秀是苦无天日成何体统？来人，把他给捕！你是白将军的女儿？是，臣女白家长女白若彤。留牌子，赐香囊，令册封美人，封号为丽。皇上，您疯了！区区一个五品将军的女儿，怎配有封号？皇后，朕要册封谁，还需要经过你的准许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女谢主隆恩。柳玉言，你仗着你父亲功高盖主，害我秦家九族。你的荣宠，你的权势，我会逐一粉碎。从我进宫这一刻，迎接你的将是万丈深渊。替美人像极了秦海棠，皇上果然对那个贱人还念念不忘。嫔妾听闻，秦始皇刚将令美人的绿头牌挂上，皇上却急不可耐翻了他的牌。嫔妾失言了。你有多久没有侍寝？小两年了。皇后娘娘，瞧瞧你，整日穿得如此朴素，难怪皇上从不拿正眼瞧。后宫嫔妃都要靠着皇上恩宠，若是无宠，那便得争。
嫔妾愚钝，还望皇后娘娘明示。这一品红娇嫩鲜艳，根气寒，若是误食了一口，肌肤就如同得了疱疹一般溃烂不堪。我会安排你和丽美人同住一宫，明日是你侍寝还是他侍寝，你自己定夺。嫔妾明白了。可小心点，要是磕着碰着，砍了你们的脑袋。恭喜丽美人，皇上明晚翻的是您的盘子。这个是皇上特意让奴才送来的，皇上说希望您侍寝的时候带上的。多谢桑公公，以后还劳烦桑公公多多照拂。不打搅美人了。这可是韩玉镯子，韩玉万里挑一，皇上送我，寓意我是他万中唯一的命定之人。嗯，姐姐，原谅我利用和你相似的容貌去俘获你深爱的男人，我要得到他的心，让他的爱成为我翻案的利刃。妹妹，嫔妾参见宋昭仪。妹妹快请起。今儿个本该去姐姐房里拜见的，有了姐姐亲自来了。这有什么？听闻新妃入宫，妹妹是头一个被翻牌子的。我与妹妹同住一宫，特来恭贺妹妹。多谢姐姐，姐姐淡泊名利的名声，妹妹早就有所耳闻。在这宫中呀，就属姐姐自在逍遥，不争不抢。妹妹早就想结识姐姐了。我哪里是什么不争不抢，不过是自知不得皇上喜爱，明哲保身罢了。不过妹妹来就不同了，这朵胭脂膏是我亲手研制的，皇上曾说过喜欢它的味道，如今送给妹妹，愿妹妹明日侍寝时能够讨得皇上欢心。如此贵重，妹妹怎么能收？妹妹怎么与我客气上了？来，这后宫啊，为了争宠尔虞我诈，稍不留神就会成为任人刀子的鱼肉。别看我是个昭仪，没有恩宠，平日里也没少受气。我与妹妹一见如故，若妹妹不嫌弃，我想与妹妹一结亲来，在这度日如年的后宫里相互扶持，就当是互相有个伴儿了。姐姐是宫中老人，若能与姐姐做金兰，自是甚好。这是韩玉手镯，意欲情意千金，就当作是与姐姐同盟的见面礼。妹妹如此说，那我就不推脱了啊！来，姐姐以茶代酒，愿妹妹明日侍寝一切顺利。多谢姐姐。美人，该洗漱了，待会儿还要给皇后娘娘请安呢。美人，你的脸！
来向本宫请安，丽美人怎么轻纱遮面？启禀娘娘，臣妾感染了风寒，不宜见人。妹妹，在皇后娘娘跟前遮遮掩掩的，这什么规矩？取下来。这是疱疹，皇后娘娘，疱疹可是会传染的。这不是疱疹，这不是疱。来人，快将丽美人赶出去！皇后娘娘，这不是疱疹，这不是疱疹。皇后娘娘，嫔妾与丽美人同住一宫，若是嫔妾被丽美人传染了，可怎么办呀？娘娘救我！姐姐，来人！将丽美人牵入清平宫，连好之前都不能灭圣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今晚可是钦点了丽美人侍寝的。再者说，这清平宫可是前皇后的关押处，荒废多年，已无法住人。娘娘三思啊！荣贵妃，若是丽美人的疱疹传染给了皇上和后宫众妃，你担当得起吗？至于侍寝，好在宋昭仪发现的及时，才未酿成大祸。今晚就由宋昭仪代替丽美人侍寝吧。嫔妾谢过娘娘恩典。停！这凤鸾轿原本是给妹妹乘坐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占了妹妹的宠。原来姐姐昨天的目的不是与我结盟，而是置我于死地。后宫哪有什么姐妹情深呢？唯有争宠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妹妹初来乍到，就当是我给妹妹上了一课吧。姐姐，我的恩宠可是很沉重的，恐怕你能抢也无福消受。你倒是嘴硬。哦对，多谢妹妹送如此昂贵的玉镯，我会带着它替妹妹好生侍奉皇上的。我们走。美人，他们走了。那妹妹就好生歇息，我就先告退了。去太医院找个太医问问，这里不是什么城。是。美人，这里头夹杂了一品红的根，若是吞下去，您的脸怕是毁了。美人是怎么发现这胭脂膏有问题的？他头上的金步摇。电选石是戴在柳玉妍头上的。他是柳玉妍的人。美人，既然你知道他要害你，避开就是，为何还要顺他的意？躲过这次还有下次，不达目的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不如顺他们的意，这样我才有机会动手呢。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都准备妥当了。宫里烧纸钱可是大忌，您确定这样能服宠吗？宋昭仪可是去侍寝了。不，今晚皇上会来我这儿。
皇上，今晚侍寝的嫔妃到了，让她进来奉茶吧。是。你为何如此肯定皇上会来你这儿？因为我向他投去了状书。韩玉镯子，皇上请用茶。怎么是你？朕送给厉美人的镯子怎么在你这儿？我御赐的宝物你都敢抢，宋昭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息怒，嫔妾不知道是您送的。皇上之所以送我韩玉镯子，是因为我相似姐姐的容貌，除我之外无人佩戴韩玉镯子。三哥瑶，这怎么回事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说丽美人得了疱疹不能面圣，所以让宋昭仪来侍寝。皇上失去过一次心爱之人，如今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，他一定即刻想要保证我的安全，所以今晚他一定会来。丽美人呢？丽美人被皇后娘娘遣送去清平宫了。把她送回去，没朕的允许不得再出现朕的面前。是。皇上。美人，皇上真的来了。刘玉言，从这一刻起，属于你的报应将灼烧整个后宫。上次瞧见您还是在丰富大典，才短短十年光阴，却早已无事人非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在宫中焚烧纸钱。大人饶命，臣妾不知宫中还有此规矩。你这是在祭奠谁啊？回大人的话，是钱皇后。你认识钱皇后？我小时体弱，被达官贵族的千金们欺负时，钱皇后曾帮过我。我听闻钱皇后被关押在这儿，所以便想烧点纸钱祭奠她，以报儿时恩情。起来吧。你的脸，皇后说你得了疱疹，你敢骗朕？朕，皇上，皇上饶命，臣妾这样做只是为了自保。自保？你的意思是你在避仇？你若不想侍寝，朕不会逼迫你。入宫的嫔妃，谁人不想日日夜夜陪伴身驾左右？若不是有难言之隐，又怎会不肯侍寝？难言之隐，说出来，朕自会与你做主。起来吧。你和他的性格真像，说不定是他在天上看朕在伤心，让你来陪朕。皇上说的是谁？
别怕，有朕在，没人会欺负你。这丽美人还真是厉害，被人抢了恩宠还能抢回来。小心伺候着吧，这后宫怕是要变天了。皇上，不要一直盯着嫔妾。害怕吗？不怕，但紧张。紧张什么？今夜是嫔妾的洞房花烛，对于皇上而言，嫔妾只是皇上的妃子之一，但对嫔妾而言，皇上是我唯一的夫君。嫔妾马上就要为人妻，伺候自己的夫君，所以紧张。你说错了，今夜你也是朕唯一的妻子。美人，怎么会是你？姐姐不会在这跪了一夜吧？你脸上的疮呢？难道这一切都在你的算计之中？你竟敢利用我！利用，这一切不过是姐姐自作自受罢了。别忘了，我可提醒过你，我的恩宠可是很沉重的，轻易抢不走。你这个贱人！姐姐与其在这儿朝我撒气，不如好好想想待会儿怎么跟皇后娘娘交差吧。没用的废物，居然让丽美人事情成功，煮熟的鸭子都飞了，真是枉费本宫给你制造的机会。娘娘息怒啊，娘娘，是丽美人太过狡猾，她的脸根本就没事，她是故意入我们的局，向皇上施展苦肉计呀。这个白若彤，本宫还真是小瞧。那也是你没用，我给你半个月相公补过，我再斗不过丽美人，日后再也不要再出现本宫面前。嫔妾明白。想必祖儿在清平宫受了风寒，奴婢这就去给美人煎药。哎，别去。小病小痛呢，哪犯得上吃药？美人又说孩子话了。小的时候您就怕苦，每次吃药就跟要了您的命似的。有了，奴婢去御膳房拿点面粉给贵人做桂花糖糕，有了桂花糖糕就不怕苦了。等着。哎，皇上驾到。嫔妾参见皇上。免礼。都过来吧。皇上有令，赐丽美人五色同心花果一盘，龙凤双喜被褥一套，白紫铺一幅，合祖杯一双。这是？这是朕送予美人洞房风俗礼，昨日洞房匆匆未给美人准备，这是补偿你的。皇上。美人含羞一笑的样子真真让人爱不释手。皇上惯会取笑嫔妾。哦对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，
朕还没给。这是朕与前皇后的定情之物，如今交予你保管，你可别再送与他人了。前皇后的？你曾说过前皇后与你有恩，对吗？是。朕想请你替朕做件事，此事只能你做。昭仪受苦了，我今日所受的屈辱全都是白若彤带来的，给我等着，我迟早要还回来的。那不是丽美人的丫鬟吗？丽美人的？那还等什么？是。啊！你们是谁？有事吗？你们干什么？宋昭仪，这里是后宫，你怎敢随意殴打宫奴？本宫是正二品昭仪，一宫主位，你不过是区区五品美人的奴婢，本宫替他教训奴婢，天经地义。给本宫打，打到我满意为止。是。天色都这么晚了，冰儿怎么还没回来？冰儿。冰儿。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奴婢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所以回来的晚了。怎么弄的？奴婢自己摔的。冰儿，说实话。奴婢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宋昭仪。他为了泄愤，就让他的丫鬟抢过去打了一顿。什么？你并非他的宫奴，他怎么能？他说他是昭仪，您是美人，您的奴婢，他想打就打。原本我是想再多等段时日的，看来某些人怕是等不及。昭仪，看来我的位分是该升一升。奇怪，我前些日子打了那贱人的奴婢，他怎么没来找我？最近我发现他总将自己锁在屋子里，出了事情哪也不去。说来也奇怪，最近发现冰儿频频在夜里倒香灰，而且还鬼鬼祟祟。倒香灰？美人，美人，想必都睡下了。书童有幸与您有三分相似，才得以皇上宠幸，还望您保佑，让我容貌越发与您相似，越得皇上宠幸。你说什么？宁美人给七海棠立了牌位？千真万确，嫔妾亲眼瞧见。皇后娘娘，在宫中私设焚香本就是大罪，更何况是祭祀废后。白若彤这次死定了。哼，宁美人，你总算栽到本宫手里。什么声音？
皇后娘娘，给本宫搜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和你的好主子做了什么？你们心里清楚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瞧，嫔妾没有骗人吧？这个贱人竟敢偷摸给废后上香！去，把皇上请来，我要让皇上好好瞧瞧。他宠爱的贱人都做了什么好事？是。饶命啊，皇后娘娘！嫔妾不知这牌位从何而来，怕是有人想污蔑臣妾，故意放的。你这个贱人还敢狡辩！娘娘，嫔妾亲耳听到，这个贱人说什么自己有幸与废后三分相似，才得皇上喜欢，还说什么希望废后保佑。能够越来越讨皇上欢心。不是，我没有。宋昭仪，你为何要污蔑我？还敢狡辩！来人，上宰相，本宫要亲耳听到他说出口。皇上，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！皇后娘娘饶命！不要！丽美人，老实交代，这牌位是怎么回事？嫔妾不知这牌位从何而来。本宫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等，你若还不找，下一次直接绞断你的手。嫔妾，嫔妾，啊啊！嫔妾招供，嫔妾招供，嫔妾有心与前皇后有三分相似，得以皇上宠幸。嫔妾以为，嫔妾得到的宠爱都是前皇后所赐，所以才立了牌位，希望她能够保佑我。臣妾参见皇上。谁干的？皇上，是嫔妾发现丽美人偷偷在祭祀最后，特意告诉的皇后娘娘。丽美人如此大胆，皇上可要好好惩治她才是，最好是凌迟处死。皇上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这牌位是朕让丽美人放的。你命人立一个海棠牌位在宫中，待朕祭奠他。皇后消息挺灵通啊，这牌位没放几日，就带人来问罪了。刚才你说是你告的密，嫔妾。来人，宋昭仪滋生是非，品行不端，蒋维答应，着令前去冷宫。是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嫔妾不敢了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臣妾乃后宫之主，难道听闻有人私自烧香，臣妾还不能前来发问吗？发问？
这就是皇后所谓的发问。皇后，你心是用什么做的？竟然如此歹毒！歹毒？臣妾歹毒？为了一个美人，皇上竟然用如此歹毒的词语来形容你的结发之妻？从现在起，她不再是美人。 着朕旨意，美人白氏得天所授，承朝至位，册封立昭仪，夺封月阁主位。皇后柳氏暴力滋岁，滥用私刑，着令禁足中宫三日，将你的娘娘送回中宫，好好反省。 白若偷，今日屈辱，本宫会让你加倍奉还。今日只是开始，柳玉言真正的炼狱还在后头。你为何不直说？牌位是朕让你放的，若非朕来，你险些就没命了。海棠姐姐是最后，嫔妾。 怕连累皇上，柳玉言的父亲乃南夷人功臣，朕现在还动不了他。你天真善良，对后宫一整都一无所知，若朵，朕会护着你。我父亲为南渊也曾出生入死，段延和，你的真心。 有几分呢？这一月来，荣贵妃侍寝三日，珍宝仪侍寝一日，刘美人侍寝两日，其余日子，皇上翻的都是厉昭仪的牌子。娘娘息怒，正二品宫妃的李仪奴才已经吩咐过，叫尹嬷嬷往错处叫厉昭仪。还有这半个月，厉昭仪已经闹了无数次笑话，无人敢提醒她。闹笑话又如何？皇上不还是巴巴的喜欢着她？ 娘娘忘了，还有半月，太后李佛归来，太后最是厌恶无礼之人。若厉昭仪因此得罪太后，饶是皇上再喜欢，也保不住啊。对呀，本宫怎么忘了还有太后呢？厉昭仪的吉服做好了没有？绣娘还在做，后日完工。告诉绣娘别做了，厉昭仪的吉服，本宫要亲自挑选。 您这吉服可是皇后娘娘亲自订的，这上头的金丝线比一般的线还要细上三分，瞧这凤凰图腾，栩栩如生。皇后娘娘有心了，还有半月，太后娘娘李佛归来，昭仪这规矩似乎还有点差错。皇后娘娘吩咐奴婢，让奴婢跟在厉昭仪身边。 教导厉昭仪规矩。是，去泡壶茶来。奴婢要叫厉昭仪给太后奉茶。臣妾给太后敬茶。茶盏要不额心，昭仪这个规矩都不知道吗？ 昭仪仗着皇上宠着，这规矩学的还真是一点都不上心呢。昭仪可记住了，后宫之主是皇后，皇后的眼里可容不下一点沙。臣妾谨遵皇后教诲。今儿个这规矩就教到这儿。 吉服妥帖放好了，面见太后时得穿着。是。昭仪，您的手。喂，我让你买的白蝶呢？
搁这儿呢，宫内和都城里都没有卖的，奴婢特意差人送信，从江南送来的。昭仪，你要这白蝶做什么？自然是为半月后见太后做准备。今儿个见太后，昭仪可得留下一个好印象。别耽搁时辰，走吧。湿了，奴婢带您回去换一下衣裳吧。换什么？耽误时辰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哎你，哎，肚子都这么疼。你们在这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。不许回去啊！走吧。妹妹怎么来的这般？嫔妾，太后娘娘到，皇上到，参见太后。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千千岁，千千岁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都起来吧。谢太后恩典，谢太后。后宫是本宫的天下，本宫想害你，有谁敢告诉你，给你准备的吉服是太后的？皇上有心了，这么冷的天，还独自去宫门前迎接哀家。母后，这是儿臣应该做的。都进屋吧，一个个娇生生的姑娘都别冻坏了。娘娘，皇后好歹毒的心思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，只好先别偷偷碰。走。昭仪，您假装中晕，奴婢想办法送您出去。厉昭仪，都进屋了，怎么还穿着斗篷？嫔妾身子有些冷。大胆！太后面前竟敢失了规矩！来人，将他的斗篷扒下来！你们做什么？白若彤，你死期到。白若彤，你死期到。昭仪，您在缝什么？嘘，小声点，隔墙有耳。我在缝制昭仪的吉服。吉服今儿不是送来了吗？那是太后的吉服，我若穿上她见太后，就是有九条命也不够掉脑袋的。难怪教尹嬷嬷迟到早退，教规矩也糊弄，感情是故意搁这儿等您犯错呢。
昭仪是怎么知道这肌肤是太后的？只要位分上了昭仪，逢年过节都要穿上吉服。兰青芍药是昭仪的吉服，牡丹正红是皇后的吉服，白凤长鸣是太后的吉服。你可要记好了，日后随母亲入宫，看见谁穿什么样式的吉服，你就如何向人请安。那是姐姐回娘家省亲时告诉我的，没想到她教我的规矩竟然能在后宫救我一命。您的吉服我已经放在途经的石路书后，给纯儿的泻药也已经下在她要喝的水里。都湿了，奴婢带您下去换一下衣裳吧。换什么？耽误时辰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你肚子怎么这么疼？你们在这等我啊，我马上回来，不许回去啊。我的惊慌失措不过是陪你逢场作戏，刘玉言，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你们在吵什么？启禀皇上，臣妾身子有些冷，所以脱斗篷慢了些。冷？这斗篷怎么是湿的？启禀皇上，是纯儿弄湿的，他还不让我们家昭仪换衣裳。皇上您瞧，昭仪的手都冻僵了。来人，把这狗奴才给我！你这吉服面料似乎并非是丝绸，这……启禀太后，臣妾用的是白蝶。白蝶？臣妾的父亲下江南时曾经遇到种植白蝶的商人，这白蝶轻肤透气，价格却不及丝绸的一半，所以臣妾斗胆想用白蝶制作一下吉服。臣妾的吉服本不可登大雅之堂，可被人弄湿了，臣妾怕在太后面前失了礼数，不得已才换上。价格不及丝绸的一半，宫内制衣每年都要花去黄金万两，如今边关战事要紧，国库紧缺，若能大力推行白蝶制衣，每年可省下不少银子呢。孩子叫什么名字啊？是朕的厉昭仪。是个聪慧持俭的好孩子，以后啊你便帮衬着皇后一起协同治理后宫吧。太后，后宫之事臣妾一人忙得过来，用不到区区昭仪来帮衬。皇后，哀家虽不管宫中事，心中却有方明镜，这人是你宫内的掌事工人吧？哀家看你是处理六宫事宜太忙了吧，脑子糊涂了。母后，再过俩月是你的早要生辰，他可是皇上唯一的皇子，生辰宴就交给厉昭仪来办吧，你看可好？厉昭仪聪慧，臣妾相信厉昭仪，臣妾一定不负众望。
厉昭仪把皇儿的生辰宴选在春阳殿，春阳殿外有桃树，马上开春了，桃花盛开，厉昭仪有心了。大皇子是皇上独子，若同自当晚时进心，不敢有分毫怠慢。厉昭仪似乎话里有话呀。荣贵妃是聪明人，嫔妾喜欢和聪明人说话。来人，将耀儿带御花园玩一会儿。厉昭仪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谈。荣贵妃端庄沉稳，深得太后喜爱，若非柳家功高盖主，这皇后之位恐怕就是荣贵妃您的。皇后之位众妃争抢，本宫可不想趟这趟浑水。恐怕有大皇子在，荣贵妃不想躺也得躺了。你这话是何意？皇后生性好妒，您觉得她能容下大皇子？六年前他的胎儿胎死腹中，从此元气大伤，再也不能生育。他每日看着你的大皇子承欢膝下，他如何想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您是后宫唯一能和皇后抗衡的人，良禽择木而栖，嫔妾愿为荣贵妃效一份力，助您夺回主公之位。大胆！你可知你说此话是要掉脑袋的？你走吧，本宫就当没听过此话。嫔妾的大门永远为荣贵妃敞开。皇后有娘家撑腰，想扳倒皇后谈何容易？荣贵妃向来明哲保身，她怎会答应你？你可忘了宋昭仪入宫为妃注定是要争的，谁又能做到真正的明哲保身？更何况皇上一直膝下无子，将来继承大统的必定是大皇子，以皇后的性子怎甘心屈居人下呢？荣贵妃是聪明人，他终会明白这个道理。放开我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以为你还是皇后宫中的掌事女官？皇后娘娘说留不得你，你死前就好好伺候伺候我爷俩，我们玩开心了，你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痛苦了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把他给我扔进去！住手！你不是被贬去浣衣局了吗？怎的被人追杀？奴婢并没有完成皇后娘娘吩咐的事情，她要将奴婢杀人灭口。厉昭仪，你是心善之人，日后你就留奴婢在身边做事吧，就算当牛做马，奴婢也愿意。我这儿可没有掌事女官的活，只要您留奴婢在身边做事，老实当个洒扫工人，奴婢也愿意啊。厉昭仪，太后召见。你害过我，我不信你，但我无心害你性命，是生是死你自己决定。冰儿，我们走。昭仪，她可是皇后的人，你真的相信她吗？是生是死，选择权已经交到她的手中。若她真是个愚昧之人，
倒是帮了我大忙。娘娘，纯儿，你受苦了。你本是本宫的家生奴才，却在换衣房做着粗活。娘娘，你且安心，本宫定会安排你离宫。但离宫前，你可愿意最后帮本宫做件事儿？为了娘娘，奴婢做什么都愿意。你后宫事宜繁忙，又要准备大皇子的生辰宴，还要帮哀家抄写经书，你不会怨哀家吧？只要太后不嫌弃嫔妾自丑，嫔妾无事后都来为太后抄写经书。太后，敬事房的人前来禀告，皇上今儿个歇在皇后宫里。皇后这一月来也算是守规矩，柳家势力庞大，也不能总冷落了他。厉昭仪，这次经书抄完，将经书送皇上那去吧。是。皇上，嫔妮来送经书。放哪儿？厉昭仪，皇上。嫔妾今日都在准备生辰宴，皇上有没有想嫔妾？爱妃是太辛苦了，瞧着都清瘦不少。不过，爱妃这未施粉黛的样子，临眸告知，显得更加明媚动人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在宫内备下晚膳，让奴婢请您过去。皇上。太后让嫔妾来送经书，还有卷经书藏在嫔妾身体里，需皇上亲自领取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在宫内备下晚膳，让奴婢请您过去。母后，母妃，我想吃燕窝。好，母妃喂你。荣贵妃，今日皇儿生辰，朕敬你一杯。皇后，娘娘，来人，快传太医！
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大皇子无碍，只需静养几日便可痊愈。皇子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回皇上，大皇子是因为地痘过敏。地痘过敏？皇子对地痘过敏的事情人尽皆知，你这小人眼是怎么办的？嫔妾早在半个月前就禁止地痘在宫中流通，御膳房的人都可为嫔妾作证。那就是有人故意要害大皇子。母后，皇上还请为皇儿做主。启禀皇上，我们在御花园中抓到可疑人，他的手里攥着这个，想要丢入何处？这是幼儿晚上吃的那碗燕窝粥。回皇上，这碗燕窝粥里面确实掺杂着地豆粉。把人给我带上来。纯儿，又是你，你不是皇后宫中的掌事女官吗？母后，她已经被赶入婚姻局，已非臣妾宫里的人。贱婢，说是谁让你来谋害我花儿的？果然只是你若不说实话，朕就要侍卫把你的舌头绞烂。皇上饶命，皇上饶命，你们交代，是令昭仪。我没有。你以为朕会相信你的话吗？奴婢绝不敢妄言。奴婢自被打入幻音局后受人打骂侮辱，爷爷一心之事心疼令昭仪救命，为报恩情，奴婢在昭仪跟前倾心伺候，终于取得昭仪信任。昨日昭仪命奴婢偿还救命恩情，让奴婢在大皇子的燕窝中加入地豆粉。一派胡言！奴婢要性命担保，奴婢所言并非虚言。奴婢自小跟着皇后，如今日奴婢不交代实情，被怀疑成就是皇后。奴婢虽被赶去欢宜局，但至始至终都是皇后的奴才，岂能连累曾经的主子？李昭仪，奴婢对不起你，奴婢愿在黄泉再次为你效忠。既然你说你在我跟前静心伺候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平日里戴的红玉镯子在哪一只手？怎么，很难回答吗？你说一直在我身边静心伺候，我每日戴的镯子你怎会不知？左手。运气很好，猜对了。不过我平日里从来不戴红玉镯子，是寒玉镯子。皇上太后，这个奴才满嘴谎话，一个连主子平日戴什么镯子都不清楚的奴才，我会派他给大皇子下毒吗？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皇上，奴婢没有撒谎。李昭仪房中玻璃色的罐子中藏有没有丢掉的地豆粉，就在柜子的第二层，如您不信，派人查探一番便是。皇上，派人去查吧。我不想冤枉厉昭仪，但我也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想祸害我华儿的人。你立刻去厉昭仪房中查探。是。厉昭仪，真的是你？皇上，您怀疑臣妾？皇上，可否让微臣瞧上一瞧？还查看什么？人证物证俱在，皇上，赶快将厉昭仪押下去吧。来人，将宠儿和厉昭仪给我。慢着。
皇上，此罐当中装的并不是地豆粉，而是酸果粉。酸果粉？确实。厉昭仪，能否让微臣为您诊上一脉？哎呀，恭喜太后，恭喜皇上，厉昭仪娘娘有喜了呀！啊，此话当真？当真，孕妇前三月易吐，这酸果粉入水可缓害喜。皇上，想必厉昭仪早就知道自己有喜了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朕呢？嫔妾在宫中举步维艰，今日之事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若嫔妾将怀孕一事提前道出，恐怕今日出事的就是我的孩子。厉昭仪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觉得是本宫错了是吗？皇上太后，嫔妾早在半月前就已知嫔妾有身孕，既为人母，又怎会冒险去害大皇子性命？且还是吩咐一个曾苛待过嫔妾的宫人。太后觉得这合理吗？简碧，你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让你害的大皇子？你若不交代，哀家立刻就给你上征刑。征刑？哼，所谓征刑，就是将人装入蒸笼之中，添水加柴，那滋味如烈火钻心，让人痛不欲生。贱婢，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害我皇儿？皇后，您答应奴婢，若奴婢完成任务，就能让奴婢假死出宫，但奴婢没有，再次辜负了您。不好，快，大家咬声自尽！皇上，太后，贱婢虽已死，但凶手已然浮出水面，还请皇上太后为我压儿做主。还望皇上太后还嫔妾清白。你们竟然敢怀疑本宫！皇上，本宫曾与你们贱婢没有任何关系吗？皇上，皇上，你在做什么？柳玉言，朕要你一句实话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你大臣妾，你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当年就是趁南巡的时候，害死了海棠。如今又想害死厉美人，还敢对朕的子嗣下手？来人，皇后给我压下去！皇上，皇上，前线来报，柳将军已占领黎湾，大获全胜，朕班师回朝。这可是大喜事呀！皇后，你还坐在地上做什么？还不快起来！今日之事，贱婢已死，幕后真凶未知，但此贱婢曾是皇后宫中就罚皇后三个月俸禄，禁足一月，如今厉昭仪有喜，为皇家绵延子嗣有功，传哀家旨意，册封丽妃，荣贵妃入宫十年，性子沉稳娴静，特赐封号贤贵妃。你们二人还不谢恩？
臣妾多谢母后恩典。太后娘娘如此行径，虽然提了咱们位分，但却好似用好处堵住了咱们的嘴一样，残害皇家子嗣。这么大的事情，静音军功惩罚的不痛不痒的。从我布局换掉罐子时，我就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不过，我的目的可不是这个。那娘娘的目的是什么？她来了。你总算来了。我愿意和你同盟。皇后娘娘，柳将军送来了家书，他在军中已收到您的消息，他向您保证，欺辱您的人他都不会放过。你帮我给父亲回信，告诉父亲最近谨言慎行，皇上已经对我厌恶至极了。皇后娘娘，皇上他只是受贱人所惑，他心中还是有您的。不，他的心里从未有过本宫，本宫去争去抢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他不爱我，本宫不甘心，不甘心啊。柳将军将在两个月后回朝复命。那刚好是宫中每年的和宫夜宴。柳将军立功归来，又为国丈，此番家宴，皇上不如让他一同参加。可皇后毕竟他如此殊荣，他母家也配。贤贵妃姐姐意下如何？皇上，想必皇后进足的消息已传到柳将军耳中，他刚建功归来，皇上应该多加安抚才是啊。安抚朕对柳家已经足够容忍，还要朕如何安抚？皇后犯错，您却不计前嫌，朕是显示皇上您心胸宽广啊。柳家人日后必定会感激皇上皇恩浩荡。好，和宫夜宴，就让柳将军参加吧。妹妹为何要向皇上提议让那柳将军参加和宫夜宴？他爱女心切，说不定还要为难咱们呢。我正是要让他为难。柳玉人背靠母家一族，无论我们绊倒他多少次，他终会翻身。姐姐，斩草要除根啊。妹妹想在和宫夜宴上除掉柳氏一族，那妹妹打算如何做？酒池肉林不知处，葡萄美酒即断崖。姐姐可听过断崖草？那是何物？断崖草无色无味，与葡萄酒相融，可使人见黄致欢。
和宫夜宴全程由姐姐在负责，若你用葡萄酒开宴，并不难。妹妹想给柳将军下毒，让他大闹和宫夜宴。和宫夜宴的每道菜入口前都会用银针试毒，就像这盘棋，妹妹处下风，只差三步将满盘皆输，一步错，将万劫不复啊，妹妹。三步之内，臣妾定可翻身。第一步，和宫夜宴时，众人皆穿正黄。姐姐布置时，只需打点太监与宫人，以正黄与金为主调，显露皇恩浩荡。那银针试毒该如何破？将毒藏于酒盖之中，此步最关键的是，上酒之人要是我们自己人。接下来，皇上敬酒重亲，葡萄酒摇晃后，手感众爱卿，请。水到渠成，如何？好布局。深入险境方能求生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姐姐，可愿入局？干活都利索点，今天可是和宫夜宴，不可有半点闪失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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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和宫夜宴时，宫中挂的都是红灯笼，真真喜庆。红灯笼。来人，将姐姐这副好皮囊制成红灯笼，为这后宫增添一抹喜色。柳玉言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我秦晋忠为南渊出生入死，鞠躬尽瘁，可恨妖寇当道，残害栋梁先后啊。秦家已灭，废后已死，前朝后宫，谁还是本宫的对手？若世间真有报应，让他来！柳玉言，你的报应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朕听闻柳将军昨夜已回都城，今日不来复命也罢。本帝，这和宫夜宴也迟迟不来啊。皇上，家父日夜赶路，最近风霜重，赶上风寒，所以才来迟，还望皇上恕罪。有其父必有其母，柳武生傲慢的性子相比柳玉言，真正是至尊不敬。柳大将军到。微臣柳武生参见皇上太后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免礼。谢太后皇上恩典。今日和宫夜宴，柳将军来宫，为何不穿朝服？回皇上，微臣征战三年，一睁眼便是穿军甲，一不小心成了习惯，还请皇上恕罪。柳将军故意身穿铠甲，无非是想让皇上谨记，这南渊的江山是靠他打下来的。因为他清楚，只要他不犯荒唐大罪，皇上不会拿他如何。他今日来是来替柳玉言伸冤的。凯业，今日和宫夜宴，这第一杯酒朕要敬明德太后。母后，朕八岁登基，是您带领朕突破艰难险阻，才有了今日太平盛世。这第二杯酒朕要敬众爱卿，敬天下子民，更要敬柳将军。若非柳将军在战场厮杀，安能保得今日朕与兄弟平杯，在此开宴团圆。微臣谢皇上。这第三杯酒朕要敬皇上。这第三杯酒该敬丽妹妹才是。姐姐，丽妹妹身怀六甲，为皇家开枝散叶有功，更何况前些日子丽妹妹因为大皇子的事情受了些委屈，皇上应该以表安慰才是。他在故意激怒柳无声，你想干什么？丽妃言之有理，这第三杯酒皇上且慢。皇上，今日能参加和宫夜宴，微臣倍感荣幸。微臣有三杯酒要敬，还望皇上准许。柳将军。皇上，柳将军征战沙场，护国有功，咱们呐，别扫了柳将军的兴。柳将军，请吧。捐躯赴国难，誓死忽如归。第一杯酒，微臣替皇上敬战场上牺牲的将士们。姐姐为何要利用柳将军，让我成为众矢之的？妹妹放心，姐姐不过是想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些。啊，你瞧。愿得此生常报国，何须生入玉门关。这第二杯酒微臣替皇上敬驻守边城的将士们。
父亲，您醉了不成？快向皇上请罪。这第三杯酒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微臣和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丽妃娘娘却学商鞅妲己，魅惑皇上，夜夜笙歌。微臣敬丽妃娘娘一杯。原来你是想一石二鸟。够了，柳将军来的时候怕是吃醉了酒。来人，把柳将军送回府中。皇上，微臣今日之想瞻仰丽妃娘娘真容，微臣好奇是怎样的奇女子，从美人到一品妃只用了半年的时间，又是怎样的奇女子竟敢欺压南苑一品侯将军之女，当朝皇后。柳玉言爱拈酸吃醋，这半年没少写家书编排，他容得下你？难道你以为本宫就能容得下你？柳将军，本宫有孕在身，不宜饮酒。丽妹妹，葡萄酒少饮些不碍事的，和宫夜宴的规矩，进来的酒不容拒绝。你若不接，岂不是驳了柳将军和皇后娘娘的颜面，更坏了和宫夜宴的规矩？罢了，丽妃，喝吧。柳将军，此酒下肚，有何恩怨，都宴会下再说。只要不危及皇威，太后都在祸兮你，白若彤如何能逃？太后都发话了，丽妃，难道你要拒绝本将军吗？嗯，白若彤，别怪本宫，要怪只能怪你腹中有个挡路石。本宫不允许有任何人挡了我皇儿的登基路。一杯酒而已，柳将军要本宫喝，本宫喝便是。不过本宫有一事不明白，还望柳将军解答一二。娘娘请讲。方才柳将军说本宫欺压皇后，本宫想问，何为欺压？你串通宫女，冤枉皇后，这不是欺压吗？若是大皇子一事，罪名纯而已死，真相是和皇上太后自有定夺。你无视王法，在和宫夜宴上欺压宫妃，柳将军，你又如何定罪？你，柳将军为国征战，丰功伟绩，乃南渊之英豪，但攻城的武将不易，守城的文官又谈何容易？敌方瘟疫时，他们离家千里，舍性命于不顾，救治百姓；敌方水患时，他们不分日夜开渠引水，造福百姓。他们不辞辛劳，却从不提及功劳，有的甚至连清白都不能留于人间。你，君是君，臣是臣，南渊王朝的昌盛并非靠你柳将军一人。难道有功之人个个都要像你一样功高盖主，羞辱当朝妃嫔吗？丽妃，你放肆！柳将军，本宫乃皇上亲封的一品妃，你今日羞辱本宫，就是羞辱皇家天威。后宫的嫔妃不得干政，难道前朝的官员就能对皇上的家事评头论足吗？你，柳将军，你今日敬的酒，本宫喝了。爱妃。刘武生，贵为国舅，仗着军功肆意践踏皇家尊严，今日喜宴朕不与你计较，有待明日你自行到大理寺问罪。皇上，都是臣妾的错，父亲听闻臣妾受了委屈，想替臣妾出头，皇上要责罚就罚臣妾吧。皇上，微臣知错，但凡事都得论个理字。微臣已年过六十，仍在南渊厮杀，一个五品文官之女竟在后宫欺负微臣之女，皇上，难道微臣还不能为女儿寻个公道吗？皇上，
柳将军想要一个公道，臣妾就给他一个公道。皇后因大皇子一事被禁足一月，臣妾自请禁足三月。丽妃，行了，好好的和宫夜宴被嚷成什么样子，既然丽妃愿意赔罪，柳将军你也别再追究。是，微臣遵命。太后，臣妾想敬柳将军一杯赔罪酒，还望皇上和太后恩准。来人，赐酒。柳将军，本宫向你赔不是，一杯和气酒下肚，往日恩怨一笔勾销。哼，好啦，事情都已经了结了，夜宴继续。乐师奏乐。妹妹喝下断崖草，是想与柳家同归于尽。姐姐不会真的以为我信任你吧？什么意思？难道酒中无毒？我喝的无毒，而他喝的……娘娘，牛乳茶。皇上，牛乳茶。柳生，滚开，滚开！我只不过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你就害我九族性命，你该死！柳生，我与你上至杀敌，忠心耿耿，你却污蔑我同敌叛国！柳生，你还我命！滚开，滚开！柳生。滚开！滚开！滚开！不不！我命！还命！我命！不！你们该死！只要是阻拦我们柳家路的人，都得该死！柳生，你在弄什么？柳生，你作恶多端，罪该万死，老天爷都看在眼里了。秦周良，你住嘴！父亲，您这是在做什么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押下去！秦周良，我要杀了你！好，娘！皇上小心！丽妃，丽妃！父亲，父亲！丽妃，丽妃！雷言，刘武生行刺皇上，关入大牢。太后，太后，不要太后！将皇后押回后宫，天后发落。娘娘这是做什么？断崖草，容配不可行，
谁知他会不会叛变？刘武生的毒，我要亲自想。丽妃，丽妃，姐姐，父亲，母亲，你们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。丽妃，丽妃，醒醒，丽妃，丽妃。贵妃娘娘，皇上已下令将柳氏一族流放宁古塔，至于皇后已被禁足冷宫。奶娘，将幺儿带下去。柳家已倒，真正的绊脚石也该解决一下。白若彤，你真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是谁？那人是皇后娘娘的妹妹，小名香雪。听闻是因皇后有孕，皇上特赏让皇后的娘家人入宫。长得和皇后姐姐真像啊。娘娘。你的簪子掉了。秦香雪，比起你姐姐，你倒是更聪慧伶俐。嫣儿，让宫中最厉害的暗卫去调查白侍郎一家，务必给我揪出来真正的白若彤在哪儿。是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敢怀龙子的女人，都得死。爹娘，沈郎并非良配，女儿嫁给他后，他整日好嫖好赌，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求求爹娘，让女儿回来吧。当初是你自己选的路，我已经警告过你，而你执迷不悟，宁死也要嫁给沈君安，我女儿乃当今圣上的宠妃，而你我不认她，你走吧。当初是你不肯入宫，为了个浪子与我白家恩断义绝。木已成舟，你走吧。爹娘，你是白若彤？有力啊，娘娘，快用力啊！快水，再使劲儿，再使劲儿！用力，用力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再用力，用力！快水，娘娘，快点好生了，娘娘，你再用力，用力！快好生了，娘娘，你再用力！生了！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！丽妃娘娘生的是小皇子。这是朕与若彤的孩子，朕与若彤的孩子。你们都先下去，啊！若彤，看看我们的孩子。皇上想给孩子起什么名字？明月别致精确，清风半夜鸣蝉，是很好的寓意，就叫雀青，断雀青。好。来，把二皇子带去给奶娘。皇上开心吗？朕感觉很幸福，自从海棠去世，朕再次感受到了幸福。臣妾很开心，臣妾能够成为海棠姐姐的影子。海棠姐姐看到皇上开心，在九泉之下亦可心安。臣妾愿意一直陪伴在皇上左右，敬皇上，爱皇上。
皇上。牡丹与芍药虽相似，但芍药代替不了牡丹。皇上是觉得臣妾不配吗？芍药代替不了牡丹，芍药却独有芳华，同样不可替代。朕以前是将爱妃当成海棠的影子，但与爱妃相处中，属于海棠的影子渐渐地散去，不知不觉朕已经为爱妃所吸。当爱妃替朕挡下那一剑时，朕的心跳仿佛停滞一瞬，朕才发现害怕失去爱。此玉乃鸳鸯双玉，玉意佳偶天成，相伴一生。朕将此玉赠与爱妃，愿与爱妃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若同，朕心愿你。朕心悦若同，并非因若同像海棠。皇上，皇上如果有一天发现臣妾欺骗了皇上，皇上会恨我吗？爱妃，朕知道你无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理由，若有朝一日爱妃骗了朕，也是因爱妃有苦衷。皇上，臣妾也心愿于你。段燕和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将心交付于你，我会把你当作我的夫君，敬你，爱你，你万万不可辜负我。这么晚了，你来作甚？臣妾有一人想让母后见一下。何人？进来。他是白若彤。小皇子马上就是满月宴，皇上有心让您前往玲珑阁与家人相聚。家人？可惜本宫再也没有家人了。走吧。丽妃娘娘驾到。拜见丽妃娘娘。爹娘都起来吧，下去吧。是。娘娘，您这是干什么？老爷，夫人，当年秦家满门抄斩，是白家助我假死脱身，香雪如今能够站在这儿，全靠的是白家的恩情，香雪莫齿难忘。娘娘，万万使不得呀，若不是秦宰相提拔，如今我还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秀才，更何况两年前若彤被我一门生迷了心智，至死不愿意进京选秀，还是娘娘出手救我白家于水火呀。秦家贤名远扬，臣父与夫君都希望秦家能早日翻案，得以昭雪。太后娘娘到。臣妾参见母后。拜见太后娘娘。拜见太后娘娘。跪下。丽贵妃、白四郎，你们好大的胆子。母后。带进来。爹娘。丽妃，你可认得？
臣妾不认的。白氏夫妇，你们也不认的？微臣的确不认识。皇上到。母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着急让我来？贤贵妃，你说吧。是，一年前臣妾在选秀典上初见丽妹妹时就觉得眼熟，直到前几日，臣妾的婢女找到五年前皇上送给臣妾的金簪时，我才想起来她是谁。她是谁？她是秦海棠的妹妹，秦家的庶女，秦香喜。跪在地上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白若彤。你才是白家的女儿？是。五年前我和爹爹的门生沈郎私定终身，可那时我已经被选为秀女，为了逃离选秀，我喷金自尽。爹爹看我执意不肯入宫，也是让他代替了我。白四郎包庇重臣之女可是大罪，你还敢让他入宫？你有几颗脑袋？微臣的确不认识。爹，你还因为选秀的事不肯原谅我？我嫁给沈郎后，你便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害得我和沈郎世子艰辛，庸孙不济。爹，你豪横的心啊！我可是你女儿啊！这位姑娘，贵妃娘娘给了你多少银票，让你来污蔑我？秦香雪，你不过是个罪臣之女，若非我执意不肯入宫，怎会轮到你？胡说！不许你侮辱我的女儿！爹，你打我！姑娘，你可是你刚刚一席话，不仅害了丽妃娘娘，更害了我们白家三代九族的性命。我夫人已经卧病两年，现在已经经不起什么风浪了，请你看在我和我夫人已经黄土埋半截身子的份上，你就放了我们吧。爹，我才是你女儿啊！闭嘴！告诉我，你是秦家人还是白家人？皇上，你怀疑臣妾？丽妃妹妹，你还嘴硬啊？我可是有证据证明的。太后娘娘，我找了白家的刘管事了，他在白府辛苦操了二十载，谁才是真正的千金，我想他比谁都清楚。带上来。刘管事，你在白府辛苦二十载，谁才是真正的千金，我想你比谁都更清楚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他们二人谁才是真正的白家千金？他才是真的白家千金。大胆，你敢污蔑本宫？你说的且是真的？韦太后，是真的。奴才是看着小姐长大的，奴才不会看错的。小姐自幼年时喜欢上树，摔下来之后胳膊上摔了一个月牙伤口。对，我有，你们瞧。丽妃，把袖子撩起来。皇上，你不相信臣妾？丽妃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？皇上，臣妾一个罪臣之女冒充身份入宫，秦香雪想干什么？不会是想要复仇吧？皇上，臣妾真是秦家的女儿。皇上，你咋臣妾？难怪你如此相思秦海棠，你竟然是她妹妹。你骗朕，说你入宫居心何在？
皇上生性敏感多疑，白若彤，你这次难逃一死。皇上，您为何如此气呢？来人，将白氏夫妇关入大理寺，严刑逼供，将丽妃关入冷宫禁足。皇上慎重，此事若只靠两个人的口供定罪，未免太过潦草。您与丽妃娘娘感情深重，若是因为此事冤枉了丽妃娘娘，皇上日后断然是会后悔。那你说该如何呢？滴血验亲，白氏双亲俱在，可现场验亲，谁真谁假，一验便知。好，准备滴血认亲。丽妃娘娘，白姑娘，白侍郎，请吧。皇上您瞧，丽妃娘娘和白侍郎的血相融，但是这位姑娘则是相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医，这血一定有问题。贤贵妃娘娘，我在皇上跟前伺候了六年，怎么会去帮一个入宫不到一年且非亲非故的丽妃？那这就得问香公公你。来人，传太医查验此水。慢着，怎么，你心虚了？若贤贵妃娘娘不信，叫你的人换一次水，再试一次便知。丽妃，你真是不见公才不落泪呀、啊！好，本宫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。燕儿，换水。是。丽妃娘娘，白大人，请吧。皇上，一个月前，你曾赠臣妾一对鸳鸯双玉，说要与臣妾交偶天成，相伴一生。可没曾想，我们的感情竟如此薄弱。臣妾让你看一看，臣妾到底有没有在骗你。皇上，您瞧，血相融了。臣妾证明了自己，皇上还要将臣妾打入冷宫吗？来人，把这两个人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皇上，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我才是真的白若彤，爹娘救救我，我是你们的女儿啊！贵妃娘娘。是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来认领身份，就会给我三百两银子，救救我跟沈郎的。你救救我，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爹娘。容佩，你做事越发没有分寸。母后息怒。爱妃。皇上，臣妾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了。爱妃，今日真的好险，娘娘是如何让血液混在一起的？鸳鸯玉佩是莲玉所制，为了让莲玉更通透，会在里面加入白矾，
白凡会让不是亲人的血都融合在一起，没想到这破碎的玉佩今日竟救了本宫一命。娘娘，皇上到。你先出去。是。皇上有何事？朕要问你，你与秦家真无半点关系？皇上还是不愿意相信臣妾。若是别事，朕可容你；若是秦家，朕容不得。皇上，秦家当年的案子，天下人都道有冤可恕。皇上如此深爱前皇后，难道从未想过翻案？臣妾不懂，皇上今日为何会众怒？正是天下人都道有冤可恕，朕才要灭了秦家。天下人只能记得朕，先是秦家，后是柳家，个个居功自傲，要挟朕。怎么，他们有功，朕就要把江山拱手让给他们吗？所以，皇上是知道秦家无罪，还要定罪的。是又如何？他秦忠良百姓口口相赞，甚至高过于朕，朕如何不除了他？荒唐！秦家人从未想过谋反。那又如何？百姓心中只能有朕，不能有任何一个臣。你虽然爱姐姐，但你更爱的是自己的地位，所以哪怕秦家没有谋反，你也要除掉秦家，除掉自己心爱的女人。是。原来我的敌人竟是你。倘若臣妾也是秦家人，皇上也会除掉臣妾的。是，所以你最好别试。臣妾明白了。臣妾与皇上已无话可说，皇上请回。你还未回答朕的问题。今日滴血认亲已经回答了皇上的问题，若皇上不信，臣妾百口莫辩。爱妃，别过来。如今鸳鸯玉佩已碎，臣妾与皇上已无话可说。好，朕先回去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段言和，真真想不到，原来害我一家的人竟是你。娘娘，三公公来信，皇上请您去一趟御书房。我不去，看见他就恶心，就说我身体不适，替我回了吧。对了，替我感谢一下三公公，上次滴血认亲是他替我做了手脚，帮我转告他，说我一切安好。是。娘娘，奴婢还有一事，不知道应不应该禀报。说。三公公说，贤贵妃为了讨好皇上，不知道从哪寻来了两个会唱曲的美人，整日讨得皇上欢心，接连一个月宠幸的都是他们，已经被封为昭仪了。还有话说，皇上有意将贤贵妃封为皇后。他倒是会讨皇上欢心，罢了，随他吧，本宫无心关心这些。何人敢挡本小主的道？
昭仪娘娘是丽妃，按理来说您该请安。我来皇宫两月了，怎不知皇宫还有丽妃这号人物？是啊，我也不知。丽妃姐姐，我们还赶忙着要去给皇上请安呢，还望丽妃姐姐给我们让个道。李飞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就是贤贵妃娘娘选进来的人，瞧上去并非善类啊。与我无关。宋公公，你说什么？皇上吩咐了，您仗着位分欺压两位昭仪，皇上让嬷嬷来罚您二十个板子，教教您宫中的规矩。丽妃娘娘，您有俩月不肯见皇上了，皇上如此也只不过是想让您服个软罢了，您就去哄一下皇上吧。桑公公，您是最清楚我性子的人。嬷嬷，你家娘娘最近似乎有些消沉。桑公公，娘娘是真心喜欢皇上的，但是上次滴血验亲，皇上如此怀疑娘娘，娘娘很是伤心。这世间最无情的就是帝王，你家主子是个明白人，他迟早会瞧清楚的。我要去趟满都为皇上办事儿，约莫三日后回来，好生照顾你家娘娘。是。紫玉兰，鸳鸯双玉，玉玉佳偶天成，相伴一生。朕将紫玉赠与爱妃，愿与爱妃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若同，朕心悦你。是又如何？他倾忠良百姓，口口相赞，甚至高过于朕。朕如何不除了他？荒唐！秦家人从未想过谋反。那又如何？百姓心中只能有朕，不能有任何一个臣。情到深处人已散，娘娘，今儿个御膳房特意备了您最爱吃的桂花酿酒汤圆，奴婢给您去拿可好？小皇子今日好乖啊，平常这个时辰早就哭着闹着要喝奶了。好汤，冰儿，快传太医。好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太医们都不在，听说贤贵妃娘娘病重，将太医们都请走了。什么？站住！本宫要见贤贵妃。贤贵妃娘娘今日病重，不见客。皇儿病重，让贤贵妃放出一位太医给皇儿诊治。贤贵妃今日交代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打扰她。娘娘，娘娘不好了，小皇子刚才吐血了。娘娘，陈昭仪、林昭仪在里面，皇上说不见客。二皇子病重，太医全部都被贤贵妃召入宫中，还望二位请示皇上，让我进去。这是武将皇上，皇上喝酒。嗯，
再吃一个。哦，皇上别噎着。皇上，丽妃娘娘求见。他来做什么？朕召见他时，他不是避而不见吗？告诉他不见。娘娘是为了二。哎呀，皇上，臣妾昨个学了个曲子，弹给您听可好？下去吧。皇上让你下去，你就下去。难道你还想抗旨不成？ 皇上喝酒。贤贵妃娘娘可吩咐了，今天绝不能让你丽妃见着皇上。如何？皇上呢？娘娘，皇上说他不见客，您请回吧。什么？虎毒还不食子，皇上难道要对自己的孩子见死不救吗？ 娘娘，还是不要为难奴才。你们让太后进去，皇上，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娘娘说她要见皇上。 他说想见皇上，却要让他见不成。来人，将他拖走。一个失了宠的妃子，有什么资格见皇上？你们干什么？他可是丽妃娘娘。什么丽妃？皇上都不乐意瞧的人，饶是皇后又如何？拖走，别打扰了皇上。娘娘们作乐。娘娘。 娘娘，小皇子怎么不哭了？娘娘，小皇子没有鼻息了。什么？皇儿，你别吓你！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？ 你要惩罚我，就惩罚我一个人。你为什么要夺走皇儿的命？为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，我们去救皇上，皇上不会不管我们的。皇上，什么事了？娘娘。 他已检查过了，二皇子的牛乳茶中有断崖草，若是抢救及时，还有的救。可如今，断崖草，石荣佩，他好狠的心！趁我对皇上伤心难过的时候。 趁机对我的皇儿下手，他根本就不怕您知晓，因为他知道您是聪慧之人，就算他做的再隐晦，您也知道是他做的。他当初故意找来白若彤，是因为他知道，就算我能证明自己是白若彤，皇上也会猜疑我。他从一开始打的就是离间本宫跟皇上。 其实，从我入宫时，你就认出我了，对吧？桑歌谣，不，平阳侯世子，郭延庆。当年平阳侯中你，也不见了踪影。没想到，你进宫。 当起了皇上的贴身太监，延庆哥哥，你当初说过的话还算数吗？少雪，这个送给你，等我长大了我就娶你。嗯，我等你，延庆哥哥。你在寻找机会杀了皇上是吗？如今我也是。 我要杀了容佩，杀了段燕和，不仅仅是为了秦家，
更是为了我的孩子，帮我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帮我复仇。你想怎么做？帮我见到皇上，只要我能见到皇上，我就能复仇。好，我帮你。段燕和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对你彻底死心了。娘娘，您要这么多汤婆子做什么？给我皇儿暖暖身。丽妃娘娘，皇上请见。丽妃真的知晓错了。是啊，丽妃娘娘说不该跟您置气，也不该不见你。女人果然惯不得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您救救我的孩子。皇上，怎么回事？臣妾也不知晓，皇儿近日来一直哭闹着不肯喝奶，臣妾想去请太医，怎奈贤妃姐姐将太医全部都请到了她的宫中。皇上，皇上，求求你快点请太医，皇上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太妃，皇儿他，皇儿他怎么了？皇上，您说呀，皇儿已经没有鼻息了，不可能，臣妾。早上抱着他来的时候，他还是温热的。皇上，皇上，你摸，他体温还是温热的，他是温热的，他不可能死，他不可能死啊！婉妃，皇儿真的已经死了，他不可能死。皇上，我求求您了，救救他吧！这就是你的孩子呀，皇上，皇上。婉妃，朕对不起你。皇上，这一个孩子，皇上，皇上，爱妃，爱妃，爱妃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丽妃白氏，温婉淑德，贤良端庄。着册封为正一品贵妃，为三妃之首，受金册金印，钦此。谢主隆恩，乌桓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恭喜丽贵妃娘娘复仇。延清哥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冷血？皇儿刚咽气，我就温热皇儿的体温，因为只有让皇儿死在皇上面前，皇上才会对我愧疚。不，娘娘做得对，接下来该娘娘反击。容佩，轮到你了。娘娘不好了，白若彤那个贱人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，皇上封她为贵妃了。那又如何？本宫马上就要成为皇后了，还是太后钦点。更何况，她现在连孩子都没有了，还拿什么与本宫斗？哼！白若彤，是本宫小瞧你了。容佩，我会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下一次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我已挪开这里的侍卫，你只有半路上的时间。谢谢你。你怎么突然会想到来看刘玉言？
他可是容佩曾经的对手，也是我扳倒容佩最关键的一。你来做什么？红灯了，在外面候着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你什么意思？六年前，你初入宫被封为柳贵妃，可你不满于此。你写信给你父亲诬告秦宰相一家，趁着皇上南巡时，你擅自斩首秦家三代人性命。在一个深夜，你将前皇后的皮制成了红灯笼。你瞧，这红灯笼有那日夜里的红吗？你可还记得秦皇后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姐姐不争不抢，你却执意害她性命。柳玉烟，你该死！你是秦家人？我早就应该想到你是秦家人，你这副模样怎么会和那个贱人这么相似？秦海棠他不争不抢，哼，他要是不争不抢，皇上没会眼里只有他。我入宫前，皇上曾答应过，只要我入宫，他就不找我一人。可我入宫以后发现，他和秦皇后琴瑟和鸣。我刚开始并未恨他，直到他送给我一碗安胎药，我见他平日里和气待人，所以没有怀疑。可你知，那碗安胎药里有红花，我的肚子好痛，好痛。流了好多血。可怜我的孩子，可怜我的母猪还不足以，他就是一团血肉啊！他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就要剥皮抽筋，让他也变成一团血肉，很公平。柳玉言，你怎能如此愚蠢？皇上骗你，那是因为他从未爱过你。他利用你，不是想利用你牵制柳家，至于那碗红花，我问你，后宫到现在一共出生了几个孩子，谁又是最终的获益人？容佩，赵美人刚怀孕四个月，孩子便胎死腹中。李昭仪孩子刚出生未满月便夭折，那时姐姐可还未入宫。容佩，容佩，是容佩，是容佩！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容佩，是容佩！我要杀了他，我要杀了容佩，是容佩，容佩。容佩在哪儿？容佩，容佩呢？告诉我，容佩在哪儿？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杀害我孩子的凶手在哪？在哪儿？容佩，容佩，我要杀了你！啊！容佩，皇上，皇上，他杀了我的孩子，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。
活下去，乱棍打死。皇上，饶妹，你还我爱子的命！皇上，皇上，你说过心愿我的，为何惩罚后宫的人是别人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从天黑等到天亮，为何就是等不到你啊？啊，皇上，臣妾不等了，臣妾不等了，来世我再也不要与皇上相见。刘玉言刺杀容佩，在后宫闹得沸沸扬扬，太后知晓后卧床不起。可否将刘玉言刺杀容佩的事闹得再大点，让宫里头所有人都传刘玉言刺杀容佩是因为容佩害了他的孩子，最好将容佩害过的孩子都传出去，闹得越大越好。你是想要青天监的人说下个月初七会有值机雷，本宫让青天监的人隐藏了这个消息，我要让容佩遭天谴，被雷劈死。我很期待看你怎么做。皇上怎么了？宫里头闹得沸沸扬扬，都说贤贵妃迫害皇子，这之前皇子病重时他请走了所有太医，朕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他。那皇上就刺探一下他，若他是无辜的，皇上就封他为皇后，若他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，那皇上就斩草除根。如何做？臣妾愿意帮皇上试探一二。妹妹，听闻妹妹伺候皇上时突然晕倒，身子没事吧？姐姐别担心，妹妹只是有喜。贤贵妃，丽贵妃的胎不足半月，很是虚弱，你替朕好好照顾。皇上，近日大皇子总是染风寒，臣妾怕……姐姐，最近宫里关于姐姐的流言蜚语多不胜数，都说姐姐残害皇嗣。皇上，臣妾绝对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皇上才让姐姐来帮妹妹保胎啊。太医说了，妹妹肚子里怀的可能又是小皇子。那妹妹可得小心了。贤贵妃，还有一事，若农最近总是梦魇，梦到曾经死去的皇子。下个月初七是个好日子，你封后的事情暂时放下，在宫中办一场喜宴，为那些早夭的孩子祈祈福吧。是，那妹妹肚子里的孩子就有老姐姐。妹妹放心，本宫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我便放心了，姐姐。娘娘，别气了，小心身子。白若彤，你真以为本宫不敢动你吗？娘娘，皇上已经开始怀疑您了，您还要对白若彤腹中的孩子动手吗？说等他生下来，本宫就下不了手了，谁都不能跟我家燕儿争。燕儿，去准备桃酥，荔枝茶配桃酥可是最厉害的打胎利器。白若彤，你不是要本宫给你祈福吗？那本宫
就好好的祈福给你瞧瞧。丽妃，有劳你了。媳妇当日的吉服，臣妾想亲自绣，就当做是给皇家祭祀出一份力了。母后，你又咳嗽了，小心身子。娘娘，贤贵妃送来的安胎药来了。怎么不对劲了？这安胎药里面搁了桃酥，去了安胎药的苦味，姐姐倒是有心了。若真如此，那丽贵妃娘娘更不能碰荔枝。这是为何？桃酥里有七钱草调香，七钱草不能碰荔枝，会导致女子滑胎。这也是奴才老家那些勾栏妓院里女子打胎的偏方，这也是奴才听人说的。太后娘娘，贤贵妃娘娘来了。给母后请安。事情办得如何？都办妥了。祈福用的香是金钱草所制的兰香，用的茶是闽南进贡的荔枝茶。现在可不是荔枝的时节，你为何不用桃花茶？母后有所不知，荔枝茶用的荔枝需要三月才酿的醇香，此时正是酿好的时节。容佩，有心啊。这是臣妾应该做的。姐姐。妹妹。冰儿。姐姐今日为皇家祭祀祈福操劳，若彤虽帮不上忙，但心中一直挂念着，这是若彤为姐姐绣的吉服，花样和款式都是姐姐最喜欢的。回头姐姐试试，要是姐姐不喜欢的话，若彤亲自帮你改。妹妹有心了。妹妹现在怀有身孕，不应该这么操劳啊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？为皇家祭祀祈福是臣妾应当做的。毕竟臣妾也想臣妾的二皇子在九泉之下能够早登极乐。那本宫就在此谢过妹妹了。白若彤，你喝了一个月的桃酥安胎药，如今只要你喝下这口荔枝茶，你腹中的孩子可就没了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林妹妹，快快传太医，你快惊动了太医啊！贤贵妃，丽贵妃什么都没说，你为什么如此肯定她动了胎气？皇上，臣妾，容佩，你这个畜生，哀家真没想到你竟然做出残害皇家子嗣的事儿来。残害皇嗣？我没有，我冤枉。丽贵妃根本没有怀孕，这一个月以来，你每天都喂丽贵妃含有桃酥安胎药。就是为了今天让他喝下荔枝茶。朕一直以为你是贤良淑德，竟然是一个舍心心肠的毒妇。贤贵妃，今天的这一切都是皇上对你的试探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臣妾真的没有。冤枉，当初本宫孩儿病重，你将全部太医招到你的宫中，
你还本宫一次，还想害本宫第二次？你还敢说冤枉？我没有。你没有。啊！你敢对着南元王朝的列祖列宗发誓，你没有残害过南元王朝的子嗣吗？怎么，你不敢说是吗？还是说你在害怕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看啊，连上苍都看不惯你作恶多端，罪孽深重。你看似道貌岸然，与世无争，实则满手血腥。上苍，我求你惩罚贤贵妃，让她下十八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白若彤，你放肆！容佩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皇上，我容佩发誓，我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，更没有害过南院皇嗣。那你就发誓啊！你在心虚什么？我发誓，我没有害过南渊的任何一个皇子。若有半句虚言，敢遭天谴。看，是天谴，是天谴！上苍在惩罚建贵妃。原来都是你。都是你做的，枉苦哀家如此信任他。母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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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传御医，御医！明日的直击雷，我也让秦天监隐藏了消息。若彤，你要想清楚，雷电不长眼，要是劈到你自己……我已在容佩的吉府里放了引雷的铁丝。若雷电击中别人，那不是雷电不长眼，是老天爷不长眼。段燕和，如今轮到你了。皇上守孝三年，如今又该是三年一度的选秀。皇上说没空瞧，让您这边看着。赵昭仪、林昭仪落水溺亡以后，皇上就再也没来过后宫，想必后宫佳丽都看腻了吧。殿选之事就由三公公您全权负责吧。是。娘娘，冰儿，怎么了？皇上今日又发脾气了，将您送去的燕窝全砸了。走，扶本宫瞧瞧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若是不喜欢燕窝，臣妾明儿个就不叫人送了。隔三差五的送燕窝，朕已经吃腻了。皇上是吃腻了燕窝，还是看腻了送燕窝的人？皇后这是何意？皇上心里比谁都明白。是，朕就是腻，每日不是送燕窝，就是送阿胶，就连这插入花瓶的花，也是日复一日的何花花。若是你，你腻不腻？臣妾不腻，皇上只是看腻了送燕窝的人罢了。臣妾刚进宫时，皇上对一切都是新鲜的，臣妾的一切小动作在皇上眼里都是娇小可爱的，性子变的人。出去。臣妾话还未说完，后日选秀，殿选在太平殿，皇上意下如何？太平殿，不是朕与你初见的地方。皇上还记得，那臣妾就定哪儿了。皇上若是不爱吃燕窝，明儿个臣妾就不叫人送。至于何欢欢，皇上若是不喜欢，就让三公公丢掉吧。
皇上如今对您的态度越发过分。本宫与皇上已经过了新鲜期，两看相厌了。皇上近日迷上了修道，开始吃一些修士所开的丹药，这几月瞧着身体越发虚弱。您好心劝他，他却……所以燕窝和合欢花要接着送，后日的选秀才是最大的看点。是。李尚书之女李如卿，陈将军之女陈月如进殿。臣女李如卿参见皇上皇后，愿皇上皇后福泽安康。撂牌子赐花。寡在。皇上，选秀是为了给后宫开枝散叶的，不是供您享乐的。如今你倒是端庄。玉堂兰之女兰青，陈尚书之女陈芳入殿。臣女兰青参见皇上皇后，愿皇上皇后福泽安康。皇后，你看她长得像不像年轻时候的你？皇上若是喜欢，不如留下。留牌子，赐香囊。蓝美人来后，皇上日翻着二人的牌子，夜夜笙歌。我像姐姐，蓝美人像我，皇上究竟爱的是谁呢？让蓝美人来见他们。是。娘娘，蓝美人来了。参见皇后娘娘。蓝青，委屈您。当年爹爹冲撞了皇上，若非秦宰相求情，兰青如今都无法站在皇后娘娘面前。兰青愿为娘娘马首是瞻。皇上那头怎么样了？皇上吃长生丹，原本身子就虚弱，长生丹中的银烛不能混燕窝。这些时日，我们与皇上在一起时，都会为皇上吃燕窝，房中也会摆放合欢花。合欢花能令人的情绪大开大合，娘娘吩咐的事情，臣妾记得呢。很好，大概还有几月？还有一月，皇上一定成功。段燕和，我秦家对你忠心耿耿，你却执意害我秦家九族，此仇我不会轻易放过。皇上，你好坏啊！你不难过？有何难过？他毕竟是和你定过终身的男人。他和姐姐定过终身，和柳玉妍定过终身，和他定过终身的人太多太多，我何必难过？这世上值得我难过的事情太多了，唯独这件，不值得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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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，快传太医。皇上醒了。你怎么在这？皇上先把药喝了吧，太医说皇上要好好将养身体。皇后真好累啊，周身似乎使不上力气来。皇上感觉得到累是对的，毕竟皇上的五脏六腑都破了形，如果感觉不到累，真是成仙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自从太后去世以后，皇上的脾气变得越发暴躁，
皇上可知缘由？因为燕窝与合欢花，合欢花本就是刺激之物，不能养在房中，与燕窝相混合会使人失去理智。这三年来，臣妾每天都用合欢花和燕窝养着皇上，所以皇上对臣妾越发的冷。皇后，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臣妾当然知道。为何要害朕？皇上，当真不知道我是谁？什么意思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臣妾并非白入的，我就是皇上最忌惮的人，罪臣秦家之女秦香雪。这是秦家的罪证卷宗，这是秦家的翻案卷宗。臣妾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望皇上在上面盖章。如此一来，秦家便可翻案。秦家，皇上别动气，太医都说了。您的五脏六腑都断了个干净，若是再发脾气，一不小心驾崩了可怎么办？你真的是秦家的女儿？其实我一直有一句话想要问你，你到底真心爱过我姐姐吗？您装的那般真心，这里头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？这全都是真心，但是朕接受不了背叛。秦香雪，朕要杀了你。那如今心意在你的手中，若你乖乖听话，我饶你不死。这是你欠我秦家的债，我秦家世代忠良，哪能受你污蔑？盖章。不杀了朕吗？我不会杀了你，我要让你痛苦的自生自灭。段元和，这是你应得的。等等，你对朕可是有几分真心？从未有过真心，从一开始接近你就是为了秦家。或许有那么一瞬间对你是动过心，但从我孩子死的那一刻起，我对你再无半点真心。你真不打算跟我一起走？我能去哪儿？我已被这宫墙困住，就只能被困一生，这是我的宿命。保重。保重。希望来生我也能如你这般，再也不会被宫墙困住。